徐子珊逢玩必输，被封游戏黑党。李佳芯、徐子珊、高海凌寻日就出席内衣活动，徐子珊就以性感 lace 内衣衬西装造型示人，成功抢开同场着上透视中的高领风头啊！而正修读心理课程的佢，为咗赶翻学之后嚟活动工作，所以就以呢个红当当嘅 look 翻学，引嚟同学哇哇声啊！问到佢有冇吸引到追求者，佢就话最近真系冇时间谈感情事啦，因为又要忙功课，又要拍内地嘅真人 show 啊！更加自爆拍真人 show 被封为游戏黑洞，因为佢逢玩必输啊！我而家拍紧个类似真人 show 嗰啲游戏节目，咁啊之前拍咗两日喺内地，咁啊跟住下个礼拜仲要再去拍咁样样咯，非常体力劳动，我只头晕低咁滞。唔係因為唔係，但係因為我又冇乜瞓啦，咁我又要交功課，咁跟住又瞓得好少，瞓咗個零鐘頭咧，我就跟住就跑咗全日啦咁樣樣。咁但係我第二日唔係跑第一日嘅下晝咧，我已經有咗個花名咯。佢開頭佢哋以為我係好叻玩遊戲嗰啲，結果我叫做遊戲黑洞咯，黑洞嘅遊戲黑洞，有陣我喺個組都輸嘅咁咯，好好笑，係啊！佢哋冇諗過，佢哋諗住我係嚟即係運動型啊，佢諗住我係即係運動啲咁樣睇，其實一啲都唔係咁樣咯，咁啊有陣我喺個組就輸嘅。